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睇我嘅频道，我系云中龙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出呢个片啊，因为好耐冇打 Dogget Paddle 出片啊，咁啊通常都直播多，咁啊今日就出片啦。咁啊，先第一条片就出呢个 ESS 极限解放嘅黑悟空，第一只 LR 有呢个极限解放啊，咁啊非常之强劲添，仲要我谂应该，咁啊三段。咁啊，我已經解決咗第一段嘅啦。咁啊，最大25% 嘅必殺技，最關鍵就係佢嗰啲技能有冇大幅提升到？應該勁咗嘅，咁打一打啦。好，咁啊，自由，咁一定用嗰啲咩嘅啦，一定係用呢一隻嘢嘅啦，冇辦法嘅啦。咁咧，我就用呢一隊啦。咁啊，用曬所有嘅呢啲係應該叫未來係嘛？咁我用前后呢个就唔理你咩啦，全属性搞掂70%。咁啊，都派多啲嘅力属性啊比较好，因为去睇啦。咁啊，所以你见我派晒啲力嘅出嚟啦。咁啊，因为力都有限啦，所以我就派咗只速噶啦，即系唔系咁多力。悟空，好攞进去，Go。咁啊，唔使谂啦，搵啲力属性挡一挡佢先啦。咁啊，我嗰只杜拉格斯同小舞咧都劲嘅，高防嘅，因应嗰个队友有几多只嗰啲咩未来咁啊，就加强攻嘅防御力。好，两招。20,000啫，咖喱烤，三，好，第二摊，咁啊搵俾古乐咁啊搞掂啦。回得几多？一脆，bomb，第二只，好啦，跌落嚟，咁啊呢一撇我哋留唔留唔紧要啦，我哋照攞啦。因为比截毒就出第一招会好啲嘅，加攻加防。神力斩，再嚟咖喱烤，爆！哇！神之铁锤，哦，6命，60,000啊！跌落嚟，跌落嚟得啦，又会扣翻晒，full power 一击，嘣！死啦啩！记住啊，还原。总括嚟讲都唔难嘅，不过如果你唔够啲未来卡针啊，就有啲问题啦。咁同埋咧，派多啲力就 OK 啦。你见我只只都挡得下。好，我睇下先啦。咁啊，而家第一段啦，第二段都可以上啦，上埋第二段先。咁啊，仲加一段。咁
最後一段咧就要都係二十嘅啫，跟住就再黑拆個機。咁呢個最後一段咧會搞咗最後呢個啦，再睇下先啦。咁啊，提升59 ，OK。好，咁啊，今日條片就簡簡單單咁啊，打咗呢只。咁啊，嚟緊會繼續出其他三周年關卡嘅片嘅，記住密切留意。好啦，咁啊，條片到呢度啦。咁中意條片俾個 like 我，記得最緊要就係訂閱我。咁下次翻嚟我哋繼續玩 Dog Battles， 係咁先，再見啦，拜拜。